这一瓶啊，也是我身边有很多女生朋友很喜欢的，是其实去做那种头发的沙龙，就是做 SPA 的时候，它就会用到碳酸系列，因为它的分子啊，它可以真的深入你的头皮毛囊，然后去做到你整个头皮的这个洗净，因为它是做成慕斯剂型的。对，然后如果你像那时候古堡出的这一瓶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泡泡一样非常的绵密。而且基本上我像我这样子的头啊，这个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有点太多哦，真的哦。对，所以其实它的用量超级省，我其实大概一半就好，我以我这样的发量大概一半就好。然后我很喜欢它，原因是因为它非常好冲洗，然后不会让我干涩，然后重点是洗完之后头发会蓬会顺，对，而且很香哎。对啊，这个的其实是很多人很喜欢的，超级香，超级香，所以我们才称它是那种 SPA 的美容品。我们都懂得用好东西，对对，你身体知道，但是你只是觉得奇怪，同样都是香，为什么古堡的我就闻起来特别舒服？对呀、啊，对，就是这是你们不晓得。说我们其实有花了很多心思，对、嗯，花了很多心思在后面帮你做把关。这一瓶其实我还很推荐一个族群，就是机车族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机车族是你头发不管再怎么 set 你安全帽戴下去就是毁。对对，所以你它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的成分，就是一个柿子的萃取物，它就是可以去吸附油头跟臭味的，对，然后对然后它可以让你除了维持你的那个蓬松度，然后清爽干净的程度以外，它同时那个味道它也会帮你带走。